朋友们啊，这个到查瓦龙这段路啊终于开通了，但是呢只有早上8点到10点多这期间是开通的，过了10点半以后可能就要关闭了。然后咱们准备上查瓦龙了，在上查瓦龙也就是反穿丙察察之前啊，我把这个车后边看这个门子吧，用胶带这个缝隙啊，我能封的全给封死了，能封的全给封死了。因为我是2020年的时候走丙察察，这些缝隙都会往里进灰，因为丙察察是非铺装路面，一跑直冒烟，跑的满车里都是灰，到时候清理也很费劲，所以说我提前做了一些准备，把这个都粘上了，然后这通气孔里边我也都高胶布粘上了，这样会减轻一些。然后咱们到前面过那个安检，就正式开始去往丙察，去往查瓦龙方向。阿萨，嘿嘿，狗狗，出发喽，咱们。咱们是藏族朋友啊，他们开这个雪天一点经验没有。他不稳住车速，就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上坡上不去了，把我也给憋着了，把我也憋着了。现在他上不去，下不来的。这种路面就是二档，如果说自动挡的，就调成手自一体，调成手动挡二档，稳住油门，别让车速减下来。但是他没有经验，最开始离我很远。后来他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我的车速又没法往下降，直到他慢的搁这块走不上去了，把我也堵着了，你知道，把我也堵着了，帮他推一下吧。你那是自动挡手动挡的？手自一体的哥。手自一体调成手动挡，然后起了步以后二档就闷到底，二档不是闷到底，二档稳。稳步往上，你别收油门，没事的，一收油门你再一起步起不来了，我帮你推一下吧，来吧，你上车我俩推。对，缓踩油门上去就好了。有有，我举完了这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有有可以了，完了，对，好，专注于专业的，专业的，我也观察了，保证哪里了，可不？都该就他对了，都。行。上防滑链吧，不行，安上了，然后往前走。哎，出门遇到不会开车的最上火，尤其不会开车还在你前面。没办法了，咱也得上了。要不是他搁前面，咱不用上，就没事儿。
咋不走了呢？上面有个大车堵住了。有个大车堵住了。对，你找个大一点的空地给它腾出来，不然的话上面不让过。我们都到了两个弯了，下来了。到两个弯了。对。那不得。狗叫什么？阿萨。啊？阿萨。朋友们啊。咱们呢看来跟那个云南是无缘了，去不上了。可那哪儿啊，搁茶余等了五六天，然后呢今天说通了，但是呢今天我们都过来了，这路上也好多车，到了走了能有个七八十公里，那里头雪就一米多厚，还有随时有可能雪崩，然后呢警察叔叔就劝返了，那边前面又封路了，告诉我们原路返回。一个大货车现在也陷到那里了，往前走的过程中，然后呢人给拦回来，一路倒回来了，倒到那块陷车了。咱们搁这块，我临时停这块刚喂完狗，然后呢咱们现在往前走走，看看能不能帮上那个货车大哥的忙，如果能帮上就最好了，往前走走，希望能帮上那大哥的忙。是个空车，这块得清理清理啊，把这块雪包我给你清理清理，就能蹬出来，没问题的。你也挂上档，你挂上倒档啊，然后呢我把这清理清理。咱俩轮班抢，你先抢。你这块掏这么深，这是一个前四后八，前四后八，车自重14吨，车自重14吨。他这车把那块弄回以后，他自己差不多都能倒出去。咱们再给点力啊，这绳够长了，这绳够长了。咱俩轮班掏就行了，兄弟，你掏会儿，我掏会儿，来，哎，来来换回人来。现在这底下的雪已经清除一部分了，然后这兄弟让他自己发动车往后倒一下看看，我看哪块犯卡。再预热一会儿，车得预热一会儿。停停停停停停！喂，停！都听不着，听不着，把这块再清理清理。咱再把这块清理。喂喂，来吧，我把这块整整，就这个轮现在转，那轮没事，这是这个轮吃劲，是这个轮卡着，把这块清理清理就没问题了。前一下，后一下，要用惯性，对，往前悠，对吧？哎，前一下后一下，你往前，往前给油，猛踩一下，然后它往后倒那一瞬间，挂倒档，再往前，接着惯力往后倒，对吧？先往前走。利用这个惯性原理，你找感觉，自己找感觉，哎，利用惯性原理，然后你那什么，挂倒档，哎，我行，我下去吧，我下去拽你一把吧，啊。
挂在杠上没问题的。还有点不够长是吧？再往后面倒一点。我再往后面倒一点哈。你，你现在是三股吗？哎，对，对，这就行。现在是三股。对，就这么干，试一下吧哈。我摁喇叭的时候，你再发力。行，好，开壳，上了上了，拽出来，拽出来，老朋友。拽出来了，是哪块？出来了吗？牛逼！出来了是吧？太牛逼了！我操！真的让你给拽出来了！出来了是吧？啊、嗯！这回自己能到了吧？能到了！牛逼啊，伟哥！真的牛逼！嘎嘎的是吧？嘎嘎的！行，没毛病，嘿嘿，没毛病，嗯，必须没毛病。太给你了啊、哦！对，太能到了。哎呀，你这么不拽我不这不指不定等什么时候。你等到黑天就麻烦了。哦，真的让你给拽出来，还是挺牛逼的。这么大个车，这么小个玩意儿，这么小，技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真心牛逼。因为啥？上面吧，雪太大。兄弟，我服了。服了。服了。行，能帮上你忙。这样，北哥，你再往后面倒点，我把这个绳子给他拆。你会开的车往后倒行了。啊。你往后倒。好。哎。谢了，北哥。往后稍微倒一点就行了。牛逼啊！不用谢。往后倒一点，把绳子摘一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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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就误不着了。你要不拽我的话，我就准备半夜等那个装载机来拖我了。你等他去了，他还不一定。后半夜都够呛。对。你想啊，你现在方便给我了，然后你车没有煤气儿。这样，老铁，这是咱们北哥没毛病。还没有煤气儿。你晚上吃啥？明天再整不了，明天吃啥？今天中午还蹭了北哥一顿。不是，我靠！你等明天他那什么呢？他在那个下大雪呢，今天晚上很有可能。啊、嗯，他不来的话，今晚上我就在这里冻硬了。我靠！对，冻硬了那可不。我关键哪？我看你车头朝那面。你要是车头朝这面，我就那什么了，我就不拽你了。多的不说，少的不唠，谢了北哥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服了，家人们，服了。这小车能够拽出来，没有铲车够呛。没想到还真给你拽出来了，真心牛逼啊！嘿嘿，那我就往下走了，给你拽完以后，这就误不着了吧？感谢了，伟哥，这就没事吧？没事了，你能给我拽出来，我就已经很感谢你了。行，你收拾收拾吧，我也往下走了。啊，注意安全啊，伟哥。后会有期，一路顺风，后会有期。嘿嘿，走，咱也出发。这货车。这个后八轮的哥们儿啊，咱在这边给他找了一个可以掉头的地儿，不然的话这一路这么倒下去，估计倒个五六个小时也倒不下去。帮忙帮到底吧。然后呢，我在这前面发现了一个可以挑头的，可以掉头的，因为这个全程啊。这路都很窄，很难找着，尤其这种雨雪天气，这块是迎着太阳的面，路呢都已经晒开了，已经露这个土路了。然后在这块有个发现一个宽敞地儿，咱们在这块帮他看一下啊，帮他看一下，然后他把这个车头调过来以后，这样咱也就彻底放心了。要不然这样的话也危险，再往前走又是冰雪路面，路面又比较滑，然后呢它往上倒的话，如果说是发生侧滑的话也非常不安全啊。这个位置呢可以掉头，它是一个前四后八，到这块呢也就是这宽度也就是个15米左右吧，我刚才用布量了一下，15米左右，然后我让它继续往下倒，倒到那个位置应该就可以掉头了。路基没问题，这面路基没问题，我看了。哎，兄弟，我给你找一个可以掉头的地儿。在哪里啊？在这儿呢，你过来看一下。
你这车是几米的？9米6的。那也没问题，这块能有15米。前面看那个吧。大哥你这人也太好了，帮忙帮到底。你那什么啊，你这车头车尾就怼到那块儿、啊、就往这右侧怼到那块儿，怼到最大的一个程度，然后搁这方就挑下去了。好啊，大哥太感谢。这点雪没事儿，对你来说没事儿，因为你这个怼到那块儿，这块这个雪误不着你啊。我都踩了，我这块我都看了，都给你踩好点了，能掉了吧，看吧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是不是 啊？你就继续往后倒，我在后边，我给你照看着点。你把这个车斗就怼到这块儿，怼，哎，对，就怼就行了，没事，这没事，这都化稀溜的，没事，它结不了冰就没事，你就硬往后怼啊！我就在这等你。哎，你怼到那块以后了，你这不就这么不就拐过来了吗？是不是啊？路基我也看了，你走吧。我那车你那块不碍事，往这甩，往这甩，哎，甩，倒倒倒倒倒倒，放心，倒我没事，倒，嘎嘎地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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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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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走。走走走，好好好，嘿嘿嘿嘿，好，再一倒就出力了，再往回倒，再一把轮就出力了，再一把轮就出力了，嘿嘿，嘎嘎的嘎嘎的，过来了过来了，再来一下吧，前面九米多的车，这是9米多。你看这块正好掉头，哈哈，好好，小伙儿车技也嘎嘎的，嘿嘿嘿，再往倒，哎，不用倒了，直接就拐上来了，再倒下就行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嘿嘿嘿，嘎嘎的，赶紧走吧。不用谢啊。啊，咱防护链，前面都还得用防护链吧？没事了吧？待会儿用防护链的时候我再挂着，要不然这种路面跑久了，那个防护链得断。啊，得断哈。行，那走吧走吧。好，谢谢大哥，大恩不言谢啊！今天要不是你的话，哎、我就在那个山上给堵住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他们也来救我，直接油箱都给我冻住了。油箱都冻了，肯定。哎，在路上。慢着，大哥，一定注意安全。谁用不着谁呀、啊？走了。这回他这个车朝前了，朝车正常了，咱就往前走，不是倒着走就安全了。出发喽！这是今天四川那个哥们儿、哦、啊，自控的大车的哥们儿，盛情难却，安排一个饭店，然后这是一起的，也是开大车的。马大哥，行，我把这个开开，我也不喝酒，来这个吧。喝酒吗？饮料一样饮料。对。哎呦，来，伟哥。谢谢啊，谢谢盛情啊，我谢谢你啊，给我投资了，我也谢谢你，要不你我脱不了困难。嗯，好舒服啊，舒服。